脱球，就是矮哥啊。没错，而且他拿出他最拿手的职业气功师。哦，是 FTLA， 也是一名现在唯一的零件师啊。有，我有看到名单了，剩下一个他。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。稍后比赛即将开始。好啦，鼓声来啦。一开始气功应该都是先冰脚，想办法冰他实在。哦，竟然打到反智障，补空一套看会不会有吸起来了，吸起来了，吸起来了。哦，他脚 hip， 他直接脚 hip， 哦，这个危险，哦，这个躲得好，这 SS 躲掉了他的雷斩啊。小心小心，不要打我反智障。他开了护卫令了，哇！打到反制，哦，他交贴了。这音乐怎么那么紧张啊？他刚被虚弱的那一瞬间，哎，被抓起来的那一瞬间被抓起来，对，顺便交了贴了零件。气功室的血量慢慢的减少，没关系，现在零件还没有雷斩哦，还不用那么的害怕。哦，气功冰到脚了。抓起来，推，再推，一直推，一直推，哇！竟然打到反制上，哇！两边的血量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还好。他现在气功在拉着打，哦，这躲得漂亮，又打到反制上。目前失误感觉好像有点多，雷斩，哇，好痛哦！哇，他雷斩也太痛了吧！现在就看气功，伤害好高，气功不能再打到反制上，会哇！气功师，气功师，哇、哦！他现在想要用这个躲招，他对，直接教寒冰功了。对，寒冰功去躲敌人的招式，但敌人是不是已经在正准备中？哇！林剑在等，林剑是在等轻功啊！哇、哦！他怎么？哦，没事，他已经取消了气功状态。气功师就是用距离啦。这两个现在在跳舞啊。所剩不多。哇，剩下一分钟。气功师的血量很危险啊。气功真的很危险啊。好，脚 tap 了。进冰花，看他压冰花啊，被压到。哇，这个 tap 秒脚啊！看有没有机会，有没有机会？反打，反打，反打！哇，反打成功啊！太痛了吧！他刚刚嘴角笑了一下，一切在我意料之中，一切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哎，哇操，这是，你看我都不要，都飙出来了。天啊，这太，你这个人太阴险了，真是的。他刚刚用了一招，然后冻住自己，然后让敌人不要打到他。对，然后那个保护自己的血量。他刚刚那个雷斩下来，可能有点没有抓好时间，让他加到 tab， 加到 tab 之后。就换零件有点乱了，对，零件是双方搅乱中，零件就反而被推一个晕，然后我、哦、没想到一直被推，一直被推，对，好痛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场，怎么感觉我很忙，有一种轻松感啊？消耗赛即将开始，一直都是这种风格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对。第二场比赛开始啦。开场飞燕剑没打到，吸起来，脚 tap， 目前招式互换是气功，这里似乎优势了一点，有冰到，哇，被吸到，哦，看他要被推了，推，气功是一波推起来是挺痛的，但林剑士的血现在在减少，起飞，悟空接两啊，悟空接到了。哇、哦！痛痛痛痛痛！哇哇，还用擒龙功啊！气功师的血完全是满的。再推，一直猛，一直推，一推，让他没有反击的机会。哇，这个看来反击是没办法、哦這個。哇，这个冰花开的刚好。林剑还是有机会的，有回血一下。哇，被抓到！啊，哇，被抓到，不应该。刚刚被抓起来，就是青龙一下就来不及了。主要是不应该踢他的，就是被气功抓起来，
去踢它会有一层冻伤。嗯，那你冻伤跌到三次的时候就会被定住，对，会被推回晕眩。可是刚你刚开始被缓，第三次被定住。其实刚踢不踢都没有差，因为他被抓起来就很死，他血太少了。嗯，对，他刚刚血量真的很少。好，现在目前两胜啦，再一次他就会直接晋级了。好像不意外，对，其实真的不意外。其实不能，也不能说不意外，只是气功真的是在会玩的人身上真的太强。再加上他本来就擅长气功师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三场的比赛。你看刚刚那一局，刚刚那华丽的飞舞啊！刚刚那一局就比较少打到反制上。好，现在他定住了自己。这场林健先手抢的还不错。哦，有抓到吗？抓到了。雷斩直接弹下去一闪。哇，好痛啊！踢倒。哦，这一个就只能接吃一套了。气功。现在开始气功反推。气功哦，气功晕倒哦，冰道脚啊，冰道脚。那目前气功师的血量被抓回，反而被抓回。哇，他这是秒放绝冰光，然后再那个，好精锐。两个人目前血量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的。林健这一波起来，会不会劈呢？哇，雷斩劈下去的话，气功师的血量还是可以，还是林健稍微。平平啊，其实还是平平，差不多有平反回来一点嘛。气功还是在拉，一起不断的拉开距离，然后再推开他。哦，冰冻伤，冻伤，两层晕倒了，第三层就会被定住了。打到反制，看能不能带走他，不行。两边血量现在是一样的。对，就是完全看对方的技巧。哇，没有打到反制上，哇，就这样被丢死了。直接远远的推，远远的推就把他带走了。那这就是我前面报过场多，就是第一场多热身。你看第一场气功吃了多少个反制啊？你看这两场就几乎是没有了。对，就刚那一局是完全没有吃到反制的情况，就后面那几下，对，就偷点点死他。